是否在期待一场冰雪世界的饕餮盛宴？长达12周的严酷滑雪训练，环环相扣的淘汰机制，590的极限考验，中国梦之队4位勇士横空出世，单板王子王啸坤，性感女神钟丽缇，活力小子张洋洋，冰山霸主王蒙，冰雪王者之战一触即发。然而，迎接他们的对手是。好，来来来，我们进去了啊！哇哦，在这儿呢，这是我们的对手啊！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跟我们讲到底是谁。然后呢，你会感觉说这么神秘吗？哎呀，哎呦，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对手哈，他们非常可爱啊。各位中国冰雪明星队的成员，我们逐一的认识一下，跟我们对打的韩国冰雪明星，他们都是谁？第一位是李明浩吗？ Iron Man， Iron Man， 钢铁侠，钢铁侠，他的本尊的大名叫做。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东旭，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帅哥啊，帅哥啊，终于终于来了，好喜的。李东旭的话，他太帅了，他是一个战战无伤了。下一位，很可爱啊，胖胖的。哥，哎，功夫熊猫是吧？熊大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Everybody is。是韩国著名的喜剧明星曹志浩。这个身材会滑雪吗？뭐라고요스킬탈수있냐고요아스킬탈수있고저는한국에서태권도를했었기때문에몸이굉장히유연합니다아不能大意啊不能大意 啊欢迎欢迎曹世浩他特有意思长得特有喜感所以我挺喜欢他的那下一位哇不得了了是韩国新晋演员偶像级的한국신년이인진시짠아니어떻게그게진짜슈가있냐아니어떻게그게진짜슈가있어야춤은아니할머니는아니어떻게그게소문이아니라진짜슈가있냐고欢迎欢迎欢迎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位来自韩国的青年偶像演员朴宰佑，我终于明白了，是不是谢金燕快死了？哇，朴朴啊，阅读理解能力一定拿满分呐！偶像，偶像，偶像，偶像 ，id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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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idol。好了，各位，我们的四位呢，韩国明星呢，已经是为大家揭晓了水落石出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愉快的用餐之前，我们就先来玩一个热身的小游戏。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势往这边看。啊！哎，十桌拌饭大转盘。稍后呢，我们的中韩两队呢要派出一位代表，有3次机会。哇！每转到一个食材，那这个食材就必须要放在这个石锅里边。3个食材全部确认之后，
我们进行搅拌啊，搅拌好的这个石锅拌饭要交由我们的对手吃。一个完全很奇怪，奇怪的东西太多了。OK， 现在中华两队赶快商量一下，派出一个人。우리막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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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막내金喜赞，金喜赞 ，OK， 运气最好。好，来，韩方派上场的是金喜赞，理由是，우리막내니까가장젊으니까아마힘이많이될겁니다예예힘으로힘있게아加油 ！OK， 中国队派上场的是，我们最帅、最健康、最年轻是他，然后幸运车、幸运车是他。通过了，通过了！哎，蛙跳回起点，怎么又是折返跑啊 ？OK， 两个人谁先来？咱们后来吧，后来先看看他们有什么招是吧？哎，有经验啊，来，小孩进，有三次转的机会。瓦擦逼，瓦擦逼，验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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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第一个什么？哇哇！마시멜로와사비니가니가什么와와와사비와사비예조예조와사비와사비棉花糖算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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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yeah, 可以蒜泥可以雅雅姐你的最爱大蒜接下来交由中方的选手他们是给你们准备的是蒜泥啊千万别客气啊臭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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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一定要赚到这个臭酱好来了啊臭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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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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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去张是荔枝哦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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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啊滚滚要啊要啊哇哇 OK 滚滚滚滚滚嘿今天运气不错非常有礼貌不中中也差了不中中也差了好一定 OK来金喜赞 please 加油海军海军海军放屁验装验装验装瓦沙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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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装验装验装瓦沙放屁验装巧克力哇哇哇哇哇巧克力청자청구수야청자청구수야아아오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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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刚才我们看到曹世厚是做了个小小手脚啊，所以刚才不能，아니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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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OK， 干净，我们干净。야나라방식시키지말고가만있어가만있어哎妈冲着冲着好的啊刚才呢我们那边就成了是巧克力吧对吧 OK我们看看洋洋哈、啊、如何来回礼这个啊只能我去赚才能说想赚什么是什么哇哎呦我跟你讲肯定通过你咱这手哎不看 啊我们在集训当中我们也转过一个转盘我一转就转到通过洋洋呢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通过后来洋上帮洋洋一转还是通过要我觉得萌姐你想什么就给他们好吗中国队的想法是想要换王蒙上韩国队可以吗、哦、그럼요그럼요그럼요可以哈 OK was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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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돼 wasabi 我赚什么就是什么对你知道吗、啊、你们想要什么
고추장. 고추장, 辣椒. 辣椒酱. 辣椒酱. 아, 那我就不算辣椒酱，那我就不算辣椒酱。哎呦我的！不要信你啊！谢幕。加油，老板！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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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算你 OK、OK、算你，只能我去算才能说想算什么是什么，想算什么是什么。劲儿大了，其实转那个东西没有什么规律啊，还有什么技巧的，那转起来其实纯凭你的运气嘛。我们的中韩两队再各转一次，好不好？你来一次吧，你来一次吧，我来一次。谁来？谁来？谁来？你转啥就是啥吧。这边谁来？可以换人啊！李东旭啊，李东旭和坤两个人啊。我操逼！我谁先来？我操逼！二三，下！我操逼！我操逼！我操逼！嘿！我操逼！我操逼！我操！哇！我操！我操！来个瓦萨比好不好？嗯，来中国队，瓦萨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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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고추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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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똑같이가네요아또是棉花糖又是棉花糖好了，接下来我们的中韩两队呢都已经转盘结束，下面的时间就是拌饭的环节了，来有请加油去看来来提示一下韩国队，你们的三个调料分别是蒜泥、蜂蜜、棉花糖。中国队的三个调料是蒜泥、蒜泥、巧克力、棉花糖。你弹弹的老公全倒全倒，给他们的，给他们的全全放，全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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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全放全放。哇、这个太好吃了、Oh my god！ 好 ，Oh my god！ 我最爱的。哦，啊，把那东西。哇哇哇哇哇！哎呀，嗯，好吃。哎呀，行，这不是有什么？一定不呀，一定。他们觉得很恐怖啊。오근데이건괜찮아아됐어쌤쌤괜찮아이게마늘하고섞이니까괜찮아요OK 搅拌好之后，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在传递四位队员之后，这盆饭必须要吃光。吃完啊？다먹으라고？必须要吃光，必须要吃光。现在的规则是这样子，等一下，정이있어서우리아버지한번드리는게MC 먼저드리는게요오고생많으세요됐어요됐어요됐거든됐거든我非常礼貌的人됐어요我非常礼貌한국인의정의입니다한국인의정의예요됐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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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요听我讲规则哈，规则还没有讲完啊，刚才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啊。那么四个人一人一口哈，尽量配合自己的体重跟外形啊。如果瘦的可以少吃一点，如果胖的可以多吃一点。哎，对对对对，这个可以，这可以啊，这可以，这可以。OK， 来两个人请交换，这是很庄严的一个时刻。맛있게드십시오 Bon appetit！ 맛있게드십시오。现场的语言有点乱了啊。不要一点。哇！짜장밥아니야짜장밥이거그렇게생각하는건없어요我天哪这看着就不想吃了哇啊第一口李东旭啊来所有的摄像机这个我在这儿呢
味儿呛的。啊，어때요달아왜후회돼요집에가고싶어요그초콜릿때문에미끌미끌거리고그리고또마늘이생마늘이들어가서그마늘향이또너무세가지고근데다행스럽게도마지막에마시멜로우가시청자여러분은하지마세요중국팀어때요그괜찮아요맛괜찮아요我很享受感觉特别甜特别甜看看你俩好的接下来来我们请传到第二位哇这个哇可以大少可以大少一点大口快听我的个妈呀这就这个 feel 倍儿爽어이게뭐라고해야되지이게달콤하면서또매워요뒤에가그래서좀힘들었습니다有没有感受到中国队队员对于你的这个诚意太想哭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洋洋该你了中国팀어때요그괜찮아요맛괜찮아요中国挺好的甜甜的甜甜的말도안돼거짓말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吃也没有说假的因为有蜂蜜然后有棉花糖所以说味儿不是那么重甜甜的酸酸的甜甜的有种想家的味道啊 OK 下一个 next one please 来哦냄새가좀맵네요벌써第一次看王蒙这么害羞啊哇很多啊我是非常男人的男人 OK 男人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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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哭了哥我不是男人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便秘的表情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可以说吃得非常的 happy 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韩国对手接下来那可就是中韩明星之间真刀真枪的赛场角逐了我也希望我们的中韩两队能够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好不好好为了各自的胜利 fighting 加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食材转盘比拼游戏结束了中韩双方队员也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在接下来的冰雪游戏中中韩队员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冰雪奇迹由燕庄芝麻油冠名播出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冰雪奇迹中韩明星对抗赛即将开始接下来这个项目名字叫中韩冰雪明星对抗赛之胖子橄榄球中韩双方各派一名队员到达指定地点争夺橄榄球并返回起点即为当局游戏胜利率先赢得三局比赛的队伍获胜接下来我们的中韩两队请为我们揭晓首先上场的一号选手是哪一位蒙姐你红姐蒙姐好王蒙第一位哈韩国队派上场的是爱豆来两个人请在那边就位各位我们今天的胖子雪地橄榄球的第一局的对决即将开始对阵双方是王蒙和韩国偶像啊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孟建成，成，我的是，你管你，你管你长得，狗，啊，你管你长得，我们从出发一直在轱辘，我们俩轱辘在一块儿了，你知道吗？基本没休息。谁率先拿到球冲过起点？王王再给点力！你干啥呢？各位，警告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不能再故意撞到 MC 了啊！谢谢东西，谢谢。二号出场的选手，耶！我啊，我们这儿最瘦的，最瘦的是谁？我啊，就是你啊！来，两个人，请那边就位。我有点害怕呢，我有点害怕。加油，加油！对，对，加油，加油！那边和我这么大。三、二、一。
너무너무 이기고 싶었어요. 그냥 우리 둘만 있는 줄 알았어요. 카메라고 뭐고 아무것도 없는 줄 알고 그냥 순간적으로 뚜이붙지. 다시 한번 우리 왕소곤 씨께 사과의 말씀을 드리고 싶습니다. 언제 하거든요. 지소 연정을 지켜. 안 돼요. 안 돼. 야, 이거 보셔도 제 쪽보들. 目前, 这个项目比赛, 中国队 2-0 暂时 领先, 你们 连胜 2局了。 接下来, 哪一位 上场, 向前一步? OK, 钟丽缇。 접니다. 오, 钟丽缇。 几个位。 파이팅! 파이팅! 女士们、先生们，这也是我们的胖子雪地橄榄球到现在为止的第一次男女对决。刚才是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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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이렇게 가기 있어? 오케이. 아, 뭐, 뭐, 이렇게 가기 있어? 이렇게. 너무 빨라요. 잡을 수가 없어요. 역시, 아, 역시 게임의 여왕이다. 아, 어떻게 이거를. 에이씨. 에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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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뭐 하는 거예요? 아, 이거 했어야지. 했어야지. You are my destiny. 됐지. 아, 이거 너무, 이거 로맨스, 이거. 在胖子橄榄球游戏中，李东旭不失绅士风度，不顾队友的懊恼，从而输掉了比赛。在接下来的胖子相扑游戏中，中国梦之队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好了，接下来这个项目名字叫胖子大决战之相扑。中韩双方队员穿指定服装进入比赛场地，将对方队员推出场地外，即为当局游戏胜利。率先赢得三局比赛的队伍获胜。好，接下来有请中韩两队为我们揭晓你们上场的一号选手是哪一位？在我们的王内， 中国队派上来谁？来，杨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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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穿帕库的土友给补上这个星的。哇！我是我们队运气最不好的，第一个上来三级走运。三、二、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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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Kung Fu!
说比赛就完全是拼这个身体素质，就是力量。他们这四个男选手，最小的也比我壮。这对，这对，这对。哎，你怎么瘦了？这对，这对，这对。你怎么瘦了？我怎么瘦了？哎，没气儿。哎，没气儿。来了来了，韩国人来了。小心。没气儿。예, 괴력이 좀 발휘됐던 것 같아요. 열심히 해야겠다는 이 긴장으로 다 땀으로 젖어 있더라고요. 그래서 최대한 열심히 했던 것 같습니다. 接下来各位不要高兴太早，为我们揭晓中韩双方的二号。Okay. 哪一位？都来了，都来了。走，你抢了他的孙子。来了，撞！宰用同学，撞！中国队这边的二号，挨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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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吗？哇哦！전술전술원래전술은그막순식간에한번에승부욕있는남자男人승부욕이샤츠팍그是没想到他速度还是蛮快就突然一瞬间哦사람없어没人就结束了뭐야뭐야肖坤，你刚才那一瞬间闪身，把你会中国武术的这个特点暴露了。没有没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穿这件衣服嘛，他扑过来的时候感觉哇流氓，我就赶紧躲。三号，来一位 ，next one， 孟姐，等一下，主持人，那个小胖，对，看一下韩国的，哇。哦，曹世浩，哦，王梦，哦，王梦，王呀呀呀！哎、三、二、一，漂亮！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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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的体重原因啊，他就消耗了很多体力，特别的特别沉。第三局，王刚出列。乐是吧？保留保留保留。四号，四号，来来来，保留啊！跟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怎么回事啊？明明是你有优势的。王梦欣保留좋은것같아요，힘이너무세，무서워요。王王比你力气还要大吗？不可能吧？啊，太累了，他太你太沉了，太沉，你说我推不动，你说他太沉。好吧，鼓掌。好 ，OK， 谢谢。接下来 ，next one， 好，钟丽缇。진짜로밀어밀어밀어돼요아니别以为是个胖子啊，我很快会让你吃定啊。아일단여자분이시고또제가평소에너무좋아했었으니까제가막누나를이렇게뭐이렇게밀고막이렇게집어던지고이러기가너무민망하더라고요그래서괜찮아요来괜찮아요네来오케이来화이팅네三二一我跟李东升啊，李东升怎么推他？他是1.9米吧，他比我高很多了，他蹦我就飞了。这一局获胜的是韩国队。这个中韩双方随着我们的这个风雪越来越大呀，我们比赛也进入到了白热化，2-2打平了，加赛一场，这一场至关重要，赢了这个游戏就赢了，好不好？赶快商议一下，派谁出场？羊羊羊羊羊太可怜了，羊羊特训气儿都没了，太可怜了，羊羊。其实羊羊还是非常灵活的，就他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是很 man 的，你知道吗？羊羊 focus， 耶，能不能过马上胜利结局是一届是真不哎，거짓말하지마아진짜로이기게부상수있어할수있어할수있어오케이오케이우리세호잡으셔이번승리는우리한국의승리라는것을꼭알려드리겠습니다예예화이팅这是代表中国的胜利，我一定会加油的。예한국中国한국中国比赛规则，率先出圈的就失掉了比赛，所以今天最后这个游戏胜利的是韩国队。我听着都不好意思，听着都不好意思。对，你头很多次。好了，我们的胖子雪地大对决呢，中韩双方是各得宝贵的一分，所以呢，比赛呢是打成了一个平手。这样的话，在稍后的负重越野滑雪当中，我们的中韩两队都没有取得先手的优势，公平出发。好，后面的比赛，中韩两队加油！好，各位，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在两轮冰雪游戏中，中韩双方战成平手。由于暴风雪愈演愈烈，接下来两队将前往到温暖的室内游泳馆再做较量。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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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水奇迹水上项目开始了。接下来呢，为他们准备了三个水上的项目，总比分率先赢两局，也就是得二分的，那就是最后的赢家了。第一个比赛的项目呢，名字叫寒灯大鼓。珠海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口寒灯架至指定位置后返回起点，由下一名队员接力。途中蜡烛熄灭两支，则视为挑战失败，率先完成接力的一队获胜。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两队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出场的队员。我们的队员出现。OK， 继续签。继续赞，每次都是他啊。对，最小的最强队员吧。最小的谁呢？小的。手把手的。基本上，大家没有胜算的比赛，永远都是第一个派我上场的，你知道吗？수박수로이무를다드실준비됐습니까我是葫芦娃的水娃，我可以吸干这个泳池所有的水。这韩两队请就位。好了，各位，寒灯大鼓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发队员三二一，预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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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护臂到返回的过程中，每个选手的三根蜡烛必须有一根是不能熄灭的。哇，为了保护自己的蜡烛出来，还要抓紧时间，速度速度。好的，现在双方呢，双方呢。现在双方二号队员，抓紧时间啊！好的，快点，快点，快点！采取的是接力的战术，那么同队的四位选手全部出场完毕，我们就要看一下他们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哇，韩国队采取了非常奇怪的一个影子，出现了，王总加油啊！回来，回来，来了，在后面，对手已经追上来了，加油！获胜的是中国队，王总。OK， 王总。OK， 可以的，你们也可以，你们也可以。你敢说你是中国人吗？好了，各位，那第二个项目呢，跟第一个相比不大一样的是，可以有身体接触。好。本轮游戏，中韩双方队员背若干气球上场，气球全部被捏爆的人直接出局，场上剩余人数多的一队获胜，失败的一方将接受惩罚。好了，各位，我们的中韩两队水上的第二轮的项目即将开始。저희가그래도10년째만때이것만큼도꼭이기자해서뭐이여자도분이第一轮我跟坤哥上去，因为我会游泳，而且我1.83米，我可以走到1.8米的地方去玩。Go go go！Thank you.
怕水，很害怕，很害怕，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天天看着水池，一大滩水池子，我都会头晕的。现在中国队海参队各位上手加油呀！加油加油！就刚开始我就在往深水地方跑，因为我觉得我的战术是这样，坤哥不会游泳，但是我没想到坤哥那么丢人，就直接被秒杀，太弱了。好，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水上抓气球的第二局，中韩双方 Are you ready？ 嗨，加油，加油，加油。杨洋，保护队友，注意保护队友。韩国队现在防守非常的有力。杨洋 out， 全部 out。체력이안되는것같습니다운동을더해야될것같아요나름대로뭐괜찮겠지라고생각을했는데중국연예인분들이너무또준비를열심히하셔가지고现在呢场上是2-2，双方呢还是两位队友，中国队这两位队友，还有两位男选手，两位男选手，两位男选手，好，各位，我们的中韩两支战队呢，在水上抓气球这个环节还剩下最后的决胜局，4-4，所有的人都要上场。我跟十号哥哥说，不要想太多，直接攻击。很多人叫我是游戏王，所以很有自信。他们这样上来两个人没守我，你知道吗？一后边就干掉了，就他一攻击你的时候，我俩他那他一定就倒了。3-2-1。哎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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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솔직히 말씀드리면 저희가 좀 쉽게 생각했던 것 같습니다. 상대방을 처음에 우리가 얘기를 했을 때는 여성 두 분이 있으니까 우리가 충분히 이길 수 있겠구나라고 생각을 했는데 그건 저의 착오였고요. 上之前我也想过我要输了，但是我没有想过输那么快。韩国队的 OK 也出局了。各位，目前场上的局面是这样：韩国队还剩下一位，还剩下一位了；中国队还有两位。你来了，你来。姐姐，姐姐害怕。欺诈骗。什么嘞？什么嘞？接下来的中韩水上大战决胜局当中的决胜局，双方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三、二、一 ，Go！ 哇 ！Go！ 哇 ！Go！ 勇气，加油！李东旭，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中国队获胜。中国梦之队运用惊人战术，使得李东旭在万般无奈下选择放弃游戏。在水上游戏中，中国队取得最终胜利，而韩国明星队也因游戏挑战失败，受到林冰桶的游戏惩罚。三、二、一，安全！比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哈，加油！在接连不断的游戏比拼中，双方队员们的体能急速耗尽，为了接下来的比赛，请大家先去补充能量吧。Everybody， 我们的整个的食材全部就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韩国对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我们介绍一下正宗的韩食里面的石锅拌饭整个搅拌的程序。来，欢迎哪一位？我，因为我会中文。首先我们都知道石锅拌饭都有这个石锅，然后这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香油。等一下，如果
如果你要用香油的话，这个是中国最出名的香油啊、这个，中国最出名的，感受一下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哇，你的中文说的真的是非常普通啊，非常普通啊。哎，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香油啊。然后放在这个盆子里面啊，哦，石锅拌饭里也会用到香油哈，啊，哦，这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中国香油真的不错。是的，对，然后用这个东西，然后就刷里面的那个锅。你确定会做饭吗？我很厉害的，看不出来吗？从身材上能看出来。这样的话就是炸热的时候就特别香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对，然后就是放个米饭，就是放一些菜，各种菜啊。很重要的是鸡蛋，放个鸡蛋。哎呀，然后就是开始那个用火，用火，对对对、啊，然后就是熟了以后，就是放个辣姜，啊，辣椒，辣椒姜，韩国的辣椒姜，然后就是用心拌，这样这样，哦，是是是，这个如果石锅拌饭里面不放内壁的香油的话，会怎么样？会影响味道吗？会的，而且那个米饭会变成很硬的。硬的啊，锅巴了，就变成锅浇在了啊，粘在那个锅上。对对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嗯。好了 ，OK，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自己也拌一下，好不好？好。那지금도수도없으니까여기다가이렇게밥넣어서啊。对。倒点香油，放完香油之后，看着都香哈。哇，在搅的过程中，那个香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很香啊，真的很香哎！我等不了了，可以吃了哈。对，来，谢谢，감사합니다，잘먹겠습니다，谢谢，开饭了，开饭喽！真的好吃啊，真心好吃。能量大餐在欢乐温馨的气氛中结束了，在接下来的负重越野滑雪比赛中，中韩队员蓄势待发，比赛中他们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欢迎登录手机百度 APP 搜索冰水奇迹，了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下载人机应用 APP 就在百度手机助手，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参与话题冰雪奇迹互动讨论。冰雪奇迹由燕庄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战自然一下。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平安车险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买车险就是买平安。今天晚上的比赛可以说是对于中韩两队来说最后的总成绩关乎重大，这场比赛的胜利直接影响到明天中韩两队在总决赛的时候你们的优势哦，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可以优先挑选自己的对手啊，谁谁谁谁谁无所谓，无所谓，有所谓啊。今天晚上的比拼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就是负重越野滑雪。中韩双方各派一名队员到指定位置更换越野滑雪装备，拖轮胎越野滑雪至起点队员即为当局胜利，率先赢得三局比赛的队伍获胜，获胜队伍可在决赛中优先挑选对手进行比赛。最后再提示一下，下去再返回来，最快到达这里的就是胜利者，好吗？好 ，OK OK， 来，两位选手请就位。还是挺心里没底的，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实力嘛，看上去他们都很强壮，然后因为毕竟是负重嘛，我很紧张，反正。저는해본적이없었어요없었습니다三二一 go。진짜너무
有这个队员重心有问题了，完全太靠后了。哦，直接奔着我们摄像机去了啊！真的哟。来，哪个？这个五六层的哟。好嘞，没事的。哦，不是。现在只完成了一半，哦，还有一半再返回来啊。对，还有这个，往后，这个拿多。对，这个比较难的哦。哎，好，这个，穿滑雪鞋往山上跑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难度。快点！你站稳点！走！加油！快点，孩子！哇，漂亮！哇，잘탄다！哇，빨라！加油！加油！可以啊，小坤！加油，小坤！快点！你追上你了！快点！啊，虽然大家看上去好像就是在跑步，其实真的很难，因为那个雪板很窄，走起来也挺费劲。追上你了！追上你了，哥！可以，大家都在质疑小坤为什么这么有速度，感觉跟如履平地一样啊！哎，加油！刘子宝龙，加油！一二，不着急，不着急，哦，强的，漂亮，加油！最后，加油，快点！重心往前，对，哇，稳一点，不着急，稳一点，重心往前，哎呀，快了，加油，哎呀，加油！因为我挺高兴啊，我到了，我想看他一眼，我说看看对手在哪儿，因为那个坡度真的很陡，如果你一旦停下来，再起步就很难了。因为雪板在站在雪上的时候它会很滑嘛，再起步真的很难，我很害怕输掉这场比赛。韩国队员巴里巴里巴里，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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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目前呢，中国队是率先取得了第一分，我们这个比赛呢就是得到三分的那就是胜利者。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OK， 我们已经都试了很多次了那个越野，然后大家都熟悉了，也可能航法是第一次试。근데중국은남자둘에여자둘이잖아요，그래서당연히이게우리의너무일방적인승리가되지않을까라고생각을했는데3 2 1 go， 加油！哇哦，习惯啊，漂亮！哇哦，漂亮！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路线有问题，这个路线的问题不是我们在那边的话肯定没问题，真的吗？真的，路线的问题。那下次可以让你们过来，下次我们换过来，没关系啊。可以吗？真的吗？对，下次换。不是他过不下去，哇！小兄弟，快去，加油，来你！哇，最快的速度，哦哟，翻了多少？没多快，但是很有劲。走，兄弟，哇哇，来你！太棒了，加油！哇，太棒了，没事。哦，兄弟，走，慢一点，不着急。哇哇，怎么了？兄弟，走，快去！注意动作就 OK 了。王胜浩，不要输给女士。我的动作是为什么这么慢？注意你的动作。慢点，不着急。注意动作。王胜浩，这小子真猛。注意你的动作，小子。这拍来去拍。第一轮干完了。哦，이게중간부터는팔자로걸리시네네이게배우신것같아요注意注意不要停，不要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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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曹世浩啊，不错，哇，这么大的一个体重啊，可以说没有被雅雅姐落下多少。因为我们是要上比较难度，还有后面有一个泰嘛，有点沉，所以他上不去，特别滑。因为你必须要上去，要一点这个 A 级上去，要的不会滑下来。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一直是这样的，就往下。中国队已经是领先了两分了，但是再得一分，中国队就赢了。你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可能非常非常重要了。对，这场比赛不能输啊，东旭。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两位选手，请就位。有滑板的项目，雪板的项目我就觉得很难，因为我滑雪是我们队技术最差的，所以说板上的项目我会觉得。很紧张。저해봤는데그처음에이제연습할때코치님께서어잘한다고하셔가지고기대가많이됐거든요三二一 go！ 빨리빨리빨리！哇！哇！刘旭，你速度不慢啊！现在在反超了！瑶瑶加油！瑶瑶。呀，要偏了，跑偏了，哇哈哈，哇，李东旭拼了啊，李东旭，好男人，男人，男人，杨洋拼了，男人，拼了，杨洋，杨洋不着急，还有萌姐呢，来吧，拼了吗？哇，哇，一二一二，哇，杨洋太快了，一二，哇，太快，我不想出去。李东旭也很快，杨洋，提升你了，加油！李东旭，李东旭，李东旭，加油！让两个人更加紧密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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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觉得没有问题，百米啊，然后爆发力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说能反超。아힘들어힘들어힘들어아잘했어잘했어아잘했어힘들어너무아쉽게져가지고거의다따라갔었는데그막판에언덕그다올라가가지고너무힘들더라고요그래서요만큼차이로져가지고너무아쉬웠어好了各位，在刚刚过去的负重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最后获得胜利、全取三分的是中国队。我们刚才在啊 Afghanistan。OK， 那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了不起的、非常可爱的韩国队，谢谢，谢谢。你너무잘했어요，厉害啊，厉害，是的，别放弃，还有呢。这只是我们小试牛刀，真正的比赛大餐在明天。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获胜的中国队，在明天的正式的这个绕旗滑雪赛当中，会享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优先的挑选自己的对手啊，所以呢这个胜算呢可以说就大了一点点，但是韩国队也千万不要气馁，对不对？真正在冰雪方面的技巧你们到现在也都没有暴露出来，他们的能力还是藏着的。好了，为了各自的胜利，中韩的冰雪明星们加油 fighting！夜幕降临，一天的比赛圆满结束，中国梦之队取得负重越野滑雪比赛最终的胜利，韩国明星队而气馁，决赛在即，双方队员蓄势待发，明日巅峰之战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下周中韩巅峰之战震撼开启，保卫女王勇士对战剑拔弩张，雪地运球，勇态百出，状况不断。折纸挑战赛，队员身手不凡，尽显惊人技艺。酣畅淋漓的火锅大餐。更多节目新闻资讯，欢迎登录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新浪体育、新浪冰雪、新浪微博、国际在线、搜狐娱乐、搜狐新闻客户端、腾讯娱乐、腾讯体育、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一点资讯、秒拍、美拍、搜狐输入法、蜻蜓 FM 进行获取。
欢迎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凤凰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